就有了。录了吗？对啊。这黑机已经很乱了吼。我们晚到啊。嗯。哦，嗯，这是山顶的。嗯。你有看到车啊？没有哦。嗯。但是想说方向，那是那个啊，他去山顶，宿命高原站去山顶的。是。好冷哦。很冷，你有觉得比较冷吗？我觉得跟山下温度有差哎。嗯，我的耳朵都被罩起来。我也都罩起来，但是觉得冷啊。然后手的话，停止握雪棒状态。你现在是戴三副手套来了？对。那个蓝色的也放在那。那我就跟你说，没有湿湿的就用一用，把它丢了啦。你还要留到明年呢、喔？真是个好问题。我全都把它进背包好了。不知道你背那么多到底要干嘛、啊？因为这个，要嘛也是蓝色跟蓝色跟蓝色。哎、欸，车子下去了，看到了，对，车子。嗯，等到新买的手套来之后，新买这套就这套就还你啦、啊。就有我就有四个手套了，四组手套了。对呀、啊，放在背包里，让背后很暖和。这样，你就很怕背东西的人还要背。但是平常背有重量，但是这个一轻二滑雪运动的时候，身体是在往下的状态。所以睡嘞，所以会比较松啊。听不懂。你身体在往下掉的时候，重力是感觉会比较轻一点的，就飞起来那种感觉。就是也没有必要背着多余的东西在背包里啊。你背拖鞋，我就说会暖、啊。你背拖鞋也都没有看你穿啊。是没错啊，但是它现在让我的背后不会冷啊。你没有一坐上来就背后冷吗？还好，因为我都有，现在最近这几天都有背那衣服在里面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功用。哎、欸，但是我大概还是不要爬那个苍龙坡，我要去三五郎了，我要直达三五郎哦。好、哦，你有听到吗？嗯，那我又没有说今天要滑那个。他看起来平时的没有想要滑，其实。嗯。今天算清楚啊，你看。今天看大家很清楚，嗯，看来往山上看看得到什么鬼，应该是看不到。嗯，好冷哦，我冷了，我冷了，冷。奇怪了。嗯。哇。现在的雪是飘飘感的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风不是很强，还是预报说今天的风比较大，奇怪了。这个人是走多远？还是这不是人？哼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就脚有点小，奇怪了，很虚虚的，很虚虚。好冷啊！好冷！害我怀疑，我今天早上在弄的时候就想说，靠腰我被棒子又不见，我说不会是根本本质是我的包包破一个洞，然后才会掉。嗯，应该是没有吧。你的黑鸡啊，高的路啊。
行了。哎，我的脚好像被贴了一块沙，那个 Fighters 没那么痛哎，我现在还推着可以。啊？我说我是贴了 Fighters， 他现在没那么痛。这就有这站会有音乐。啊啊啊啊啊！好危险啊你！我怎么了？你把我整个顶着，你刚是顶着我的，我根本坐不下来。我还在以为你啊啊啊，我还帮你扶住。不是，你是把我顶着，我还屁股还没有着地。我也是靠边边而已啊，那我还想说我帮你顶住了。我已经快要超过椅子了，你要不要看到我椅子？哎呀！我想说你要把我，你不让我坐下来，把我顶着干嘛？你因为你啊，我才顶住的。不是，是我要坐不下来，是你顶住我了，我屁股悬空，我坐不到椅子。就算咚咚咚撸过去再滑，坐上去再滑下来就到了，对不对？我、就稍微推一下。推去三五了，对啊。在缆车站，如果没有人挡在那的话，那个速度可以到三五郎的门口附近。可以吗？我可以啊。我应该是不行吧？你都不帮我上蜡。上蜡？你不帮我上蜡？我也没有啊。那你，你是觉得这板太便宜了，懒得去送保养了？不值得吗？上次看你的头的边边那边都磨成有虚虚了，就想说你现在好像一直在比我的板子，你到底是要讲什么？那里有磨虚虚的，难道你的没有吗？我看了我的那一边还是铁，搞不好你的轻量型是把铁的部分缩短了。我喜欢它的颜色，然后跟我看过我的扣，像蓝色，蓝色也很黑。看来这些人穿好之后滑。可以多滑，这里好像没有人在滑哎、欸，太平了。我说这一块右半边这一块太平了，你来啊！我看看这个人他有没有直下，这个人我只看到一个直下的痕迹。他们都去左边，为什么呢？大家都没有滑这边。啊，这边是凸起来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比较高，是不是？
这边比较低啊，先用掉的话就只能自冲了。还是这边比较陡，他们，还是他们都要去做棒棒。啊、哦，他们在弄那个。啊，那是park啊。嗯。比较缓，所以做了park。好可怕、啊！飞起来！哦，每个人都会，好厉害。这样不是很刮板子吗？哈。对啊，这板子不就这样被狠狠的刮过去吗？我真舍不得。嗯，好，冲冲，哎呀，左前方，这站是年轻人，所以有音乐性，是这样。啊、这站是年轻人，所以有音乐性。哎呦，哦、好危险哦！不行了。那女生真的很好，男生是这样拉她哎。就放软，男生就拉他，而且男生是大力的拉。你说湖在那边了？啊，湖在左边，湖在三五郎下面，不是这边，下面啊、喔，不是，这里都还没到三五郎，乱讲的。因为我看那边比较低啊，是不是有湖啊？要去吗？不要，下一站，下一站，下一站。对不起，压你身上，还好吗？还好。压你，我在压。这不能，这个高度不到三五郎旁边的那一个。不到，你自己看，它中间还凹一下。我们有那有一条路回来的那个。停的要命，最后要推，很不平吗？我要去坐左边吗？你脚举起来，我看。是你的，和我们鞋子有很像吗？好像蛮像的哈。那你刚好买到蓝色。租一天装备是整天5000块吗？你说什么？租一天装备。没到五千那么贵了，没到5000，整全身加板子呢。你说衣服啊？没有含衣服啦，就鞋啊、板啊、杖啊。一般开价4000多吧。哦。然后便宜一点的雪草油。不知道他们租那沙漏梦的多少钱？不知道。那时候去试穿，真的是穿到这家就舒服哎、欸。啊？穿到沙龙这个方很舒服，穿起来舒服。哦，
那些男野不是也说猪的？他说、嗯、真的，他穿穿穿，他觉得、欸、这个真的叫猪。所以我以前是某些版型，我的脚没办法塞不进去，不然就是我需要被扩，因为我脚太宽、嗯，或什么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没有办法走一点点路，往右边走一点点路，就去滑那个三五郎旁边那个。大概走三四十公尺，稍微往上。这么远？可以啊。你可以看右上角那个缆车，连看都看不到，还是看不到。是哦，好吧。但是他的公休是刚好那天公休而已，还是他 always 公休啊？今天就没有。今天你下车了。那一个人是在吃吗？那个是缆车站。对，那不是。他在吃到乌龙面吗？不是啊。算了，滑下去吧。不用说了。这些地看得到了，看得到。看得到啊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对啊，你要走过去吗？看你耶，你觉得嘞？没有用，可以啊。你走这一段，下面就不用了。对啊，你觉得嘞？其实没有那么远。我选择，我有冲力，我下面可以冲一段。我都冲不上去。但你没有跟我一起滑，还是比较好。好吧，走吧。走了，走了。我在拖地板。我在拖啊。躲躲躲啊！我知道，我应该已经晚一步在地板。我还要躲你啊！根本就不够力。今天能量比较多，那种。你看反应。
我背后需要冲啊，看啊。